少卿，你少卿，少卿，少卿，跟我回去。少卿，你走，跟我回去。我老实的告诉你好了，我要去成亲，你知道了吗？ 一定办，这是结婚嘛？大喜！行行，哎呀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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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谢谢你们大家来捧场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好好好，坐。哎，你今儿不坐。哎，今天是秀英大喜，你干嘛老绷着个脸嘛？哎，雪儿，这回你去。我怎么高兴得起来？哼，还不都怪你。当初谁叫你跟人家指腹为婚的？他当年是门当户对啊，啊！陆少卿他爹死了以后，到现在已经变成穷光蛋了。哎，人家陆少卿他的医术不错，说不定将来会有出息。再说咱们的女儿马上嫁给他了，你何必又提这些呢？早是这样都好了嘛，你少说两句不可以？哎呀，各位尊老，张老爷了，恭喜！谢谢。大厅坐不下，到后厅去坐。好，请。回来见。今天这个婚礼怎么有点怪怪的？嗯。哎，张老爷脸色不太好看，好像啊。心里不高兴啊。对，说的是啊，新郎官到现在还没有事，不知道怎么搞的。谁就说呀？哎，新郎官来了！新郎官来了！来了！恭喜恭喜！哎，张捕头，这件事，因为我这阵子公事很忙啊，必须要押着犯人回衙门去，是，顺道下来恭喜恭喜。好，不敢。关捕头，待会儿你回到了衙门，再赶回来喝杯喜酒。哎，是啊，张夫人，在下的家里马上。
就要生产了。啊，我这一阵子一直都没有回家，所以待会儿我必须要赶回去一下。哦，所以你就不能来了，先道喜。好，关捕头，你百忙之中还来道喜，真谢谢你。那我们就不留你了。是是是，那我就先走一步。好，好，慢走慢走啊，慢走。是是是，慢走慢走。好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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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又这样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姑妈，谁说我喝醉了？我是来向您恭喜恭喜的。好了好了，小林，小林。哦，夫人。把表少爷扶到里屋去休息。是。姑妈，那就谢谢。歇着去吧。对，我还到里屋去恭喜表妹去。哎，恭喜表妹。告诉你啊，听说他们张家这个表少爷啊，跟他表妹一直都不错的呀。是，自己的表妹嫁给别人了，这心里总不是滋味嘛。嗯，哎，这谁说不是呢？可，哎，这新郎官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就是新郎，快来！新郎官来了！哎呦，这新郎官来了！哎呀，来了！跑到哪儿去了？大家都等着。对呀，回来，快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你过来，这个真。哎呀，三爷，别带走了。哎，新郎官来了，新郎官来了。都是从才来，你根本就没把事放心上。少卿啊，你到里屋去换件衣服，准备拜堂了。对，是是，走。哎，这下好了，这行，行，喝些酒了，就来来来。夫妻相拜，送入洞房。谢谢，大家可以入席了，来入席，快点上菜啊，快点啊。
敬你们大家光临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来来来，大家请用菜，请用菜啊！十分饮，不要客气啊，很多吃一点啊。关捕头，你不是有事就不能来吗？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哎，什么事？先喝酒，来，对对对，先喝杯喜酒，来，喝杯喜酒，走。我们关捕头，我们敬你一杯，谢谢，谢谢。小玉。小玉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脚趾，小玉。关捕头，太开玩笑了。今天是小女结婚大喜的日子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哦，真的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。是没有啊。不好了！小莲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姐她已经进来的时候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小姐躺在地上，满身都是血，陆少爷就跪在旁边。哎，不好了！老爷，不好了！那银库里的银子被偷走一大包。哎，关捕头，这个凶手真的太残忍了，杀了表妹，连银子也偷藏。追！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人？杀人？这我为什么要杀人？你在说什么呀你？你还想赖？对了，我刚才听到你身上好像有钟表的声音，让我看看你身上有没有钟表。你这个为什么不让我送？就在临死之前，说凶手是脚趾，让我看看。哎，快点！哎呀，陆小心，不是我，你听我说嘛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你跟我回去。你这个说不清，你这个，好，我承认就是嘛，我承认我到过你家，可是我没有杀人呐。那你到我家去干什么？我是去偷，偷什么？偷这个。那，还给你就是了嘛。我可以走了啊。你杀了人还想走？跟我回去！我没有杀人，你走！我没有杀人嘛。这个人你不能把他带走。为什么？我追了他好久了，我一定要把他抓回去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杀了我的妻子。我就要把他带回去。哎呀，你，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去，把他还给我。哎呀，你把他还给我，我很重要。他跑了。陆少卿，你为什么下去？张老爷，不要太激动。我不是凶手，秋雨不是我杀的，凶手是。你们看，就是这包银子，这包，没错，老爷，就是这包银子，这。
这块银子是刚才凶手偷走的，我刚刚抓住他的时候才抢回来的呀。你还想狡辩？还想狡辩？杀死小玉，偷走了银子，你还想跑啊？陆少卿，你真是太残忍了！你不愿意娶我表妹就算了，为什么把她杀了？官爷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没有杀人，我不是凶手，我真的不是凶手。那我问你，我们去新房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逃？我就是跑出来要去追那个凶手的。你去追凶手，凶手呢？本来刚才已经抓到了，可是突然来了一个人，他不让我带走，凶手就利用这个机会逃走了。哦，好了，你不要再编了，你，大家都知道，你根本就不爱我表妹。你还小玉，你还小玉，你还小玉的命了。张老爷，冷静一点，大家都冷静一点。如果他真的杀了人的话，自然有王法来制裁。我要带他回去。不是我杀的，关爷，我是冤枉的，不是我杀的。走，有话到衙门里去说。走，走。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杀的。千江药方拿到了没有？陆少卿，忘恩负义！小的回到洞房以后，妻子已经快要死了。在他临死之前，他告诉我说，凶手是脚趾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小的听到外面有声音，所以就追出去了。你抓到那个人的时候，是不是看到他是脚趾？没有，因为他戴着手套，我看不见。谢太爷，你是什么人？谢太爷，小的马文峰，就是死者张秀玉的表哥。你有什么事情？县太爷，据小的所知，陆少卿他根本就不想跟小的表妹成亲，因为他跟他的师妹任兰英有很好的感情，所以他想谋财害命，远走高飞，以便长相厮守。你不要含血喷人！陆少卿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小的是不大赞成这门婚事。那你为什么要娶张秀玉？因为小的父亲跟他的父亲当年指腹为婚，小的为了遵守家父的遗言，所以不得不娶她。啊，这包银子又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包银子也是凶手偷走的。这些银子是从银库里偷走的，你的妻子是在洞房里，那个强盗，那个凶手为什么偷了银子之后还不走，又到洞房里去杀了你的妻子？这小的也不知道了。这件命案是谁最先发现的？是我。你是什么人？民女叫小莲，是张家的丫头。你把当时的情形说一遍。那时候，夫人叫我送天茶到新房，我一进门，就看到小姐躺在地上，全身都是血，陆少爷就在旁边，我好害怕，就去禀告老爷夫人。关捕头，小姐在，你把看到的情形也说一遍。是，小姐去追捕犯人。路过张府的时候，顺道去道个喜，因为小的家人马上就要生产了，以后可能不能去。那你后来又怎么去了呢？因为小的得到一个字条，上面写的说是张府洞房里面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小的马上就赶了去。哦，是谁给你的字条？这个小的也不知道，因为字条
是被别人扔进班房里去的。那你追到陆少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别人？没有，追到他的时候他正想逃走。陆少卿，虽然你口口声声喊冤，可是在命案发生的时候并没有人能够证明你并不在现场，而且你又说你去医治一个病人，可是你说不出那个病人的去向，所以本县认为，启禀大人，有一个人可以证明小的不在场。哦，是谁？小的是因为接到一张字条才离开的。你也接到一张字条，是谁给你的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？没有，不过小的知道，那是小的师妹任兰英给我的。你怎么知道会是她？因为原先小的决定要到破庙里去看一个小叫花。婚礼过后小的又犹豫不决，也许是师妹等得不耐烦了来催我。本县不能听信你一面之词。关捕头，小的在，立刻派人传任兰营到案问话。是。犯人暂时收押，明日再审。是。退堂。这个人怎么还不来呢？少卿，哎，是你，少卿，我见你的字条就跑到破庙里去，怎么没有见到你跟小叫花呢？少卿，你先不要说这些，我是来救你出去的。救我？这怎么可以？你会被抓住的。少卿，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所以我接到字条，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老王。我马上就来了，有人来了，你快点走，不要管我。兰英，不要跑，来不及了，快点，快走，快！老王，老王，老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陆少卿，本县命官捕头传任兰英到案问话，可是他的母亲说任兰英在昨日夜晚出门以后并没有再回家，然而在昨天夜晚看守你的狱卒突然被人打昏，你说这是不是任兰英前来接狱想把你救出去？不是的，大人，不是的。那是什么人打昏了那个狱卒？小的也不知道，小的还没有看清楚，另外一个狱卒就来换班，那个人就匆匆忙忙的跑了。任兰英是你的师妹，就算是她在昨天夜晚并没有到大牢里去，她也一定会帮着你讲话。你要洗脱嫌疑，她还不能成为你有力的人证。大人，小的是冤枉的。小人的确是冤枉的。依照目前的人证物证，本县虽然不能直接认定你就是杀害张秀玉的凶手，但是只有你的罪嫌是最大，劫财杀人，意图逃亡，罪应处斩。然而事关人命，非同小可，本县决定将此命案呈请开封府衙处理，以期勿枉勿纵。关捕头，小的在。本县命你即日启程，押同犯人前往开封府，请求府台大人定夺。是。沿途一切由你负责，若有差错，唯你试问。请大人放心，小的必定全力以赴。
退堂。知道我多爱你，要是不嫁给他的话，就不会有这种下场。你真是太傻了，你真是太傻了。死了之后，你知道我有多难过？好几天、好几夜都睡不着觉，听到一点声音就以为是你了。看到一个人，也就以为是你。但今天好难过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我真是受不了。既然要求来祭奠你的亡妻，就不要耍什么花样。我告诉你。天下所有的犯人都逃不过我关山虎的掌心。小玉，我该怎么说呢？本来想抓到凶手替你报仇，现在我落到这种下场，看样子我们只有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了。小玉，到底是谁下这么大的狠心害了你？你死得太冤枉，叫我到哪去找凶手？我们两个只有冤死在黄泉。谁？光头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祭奠我表妹。你不是窗外那个人影？不是。我是从内厅出来的，关捕头，你上哪儿去？我去追那个人影。追人影？你不怕是调虎离山之计，你的犯人不管了？哼，关捕头，既然可能是调虎离山之计，又何尝不是缓兵之计呢？这。陆少卿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拦下去干什么？他为什么杀了他？他为什么要杀死我？跟他拼了！走吧。表妹，表妹。客官，客官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您要吃点什么？有什么吃的，越快越好。我们还要赶路。啊，越快越好。哎，是是，马上替您准备啊。哎，客官，菜来了。
客官，您怎么一点都还没有吃，您就要走了？怎么，非吃不可吗？谢谢。哪位是关山虎、关捕头、关爷呀？啊，在下正是。哎，关爷，关捕头，哎呀，你把我伤惨了呀！到底什么事？天大的事情啊，非找到您去不可呀！如果您不去的话，会出人命的呀！你快说，到底是什么事？这关夫人呢，在这个后山上这个山沟里头啊，这肚子疼得不得了，看样子要分娩了。说叫我这请您赶快回去呀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到生的日子，您夫人说今天一早啊，一直在盯着您呢，希望你把这两件什么这个玉镯呀送到开封府衙去交给他爹爹，可能是路子走快一点了。那么现在肚子疼得不得了，躺在地下，刚好呢，我在那儿经过，你夫人呢向我苦苦的哀求，看样子要分娩嘛，提早分娩，所以呢，希望您呢赶快回去啊，给他急救啊，关爷。关爷，你怎么了？您不回去的话，您夫人的命都保不住了。是。还有，我走了以后，你绝对不能离开这人犯。遵命。关爷，关捕头，快快呀！还有，命可以丢，人犯不能丢。是是，关爷。关爷，走吧。哎，他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了，怎么还没看到？该在的话一定会在，不该在的话是永远不会在嘛。他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这，哎，关爷，那不是吗？西真。索命人，我害怕他呀！你饶命啊！饶命！是你？不错，是我。关捕，交代我，命可丢，人犯不可丢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只是来，兄弟们，上！我来。嘿，哎，哎呦，劈了！刀枪没眼，小心伤了人犯。我问你，谁负责押解人犯的？关山虎。关捕头负责。哦，哪位是关捕头？关捕头有急事离开了。那么现在由谁负责？我，林毅。林班头，请坐吧。不必，有事请说。这个你认识吧？太重，难道您是？我为追踪一件案子，想借调人犯陆少卿，百日之内一定复还，可以吧？不知大人驾到，刚才得罪处，请大人恕罪。起来吧。谢谢大人。有何差遣？我追踪这件灭门的案子，想借调人犯，已经跟你们县官说好了。他说人犯已经押解到开封府途中，所以我特别赶来此地。但是关捕头回来，
怎么向他交代呢？掌柜的，哎，在，拿笔墨印下来。啊，是。借调人犯陆少卿，百日之内归还，大内刑房楚光前。关捕头回来，把这交给他就行了。是。麻烦你，把他刑架打开。遵命。卑鄙的手段，叫何九姑来暗算我。关山虎，当年要不是你把我提进大牢，一关十年，何九姑也不会受十年的寡。我们恨不得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扒你的皮。我执法一向从不苟且，想当年谋财害命，我当然要把你弃捕归案。少跟他啰嗦，干脆把他做了算了。对，今天非叫他埋骨荒山，才能消我心头之恨。哼，上。你能了解我的心意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再让我梦见你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啊！屋里是秀玉，啊，秀玉，秀玉。复活了吗？陆少卿能够找到杀妻的凶手。秀玉被杀是为了什么？是恩，是怨，是情？请继续收看《恩义晴天》续集。